你眼瞎呀你？不好意思啊。你找了两个窟窿也是出气的呀，走路不看路啊？哎，你好，您是？我是来找你们魏总谈合作的。韩总，您先请坐，我们老板马上就到。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去吧。韩总，您的水。哎，我去！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韩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你这个小天才怎么打的？我刚花10万块钱买的包呀，你能花的赔得起吗？魏总，您回来了。啊，原来您就是魏总啊。刚才的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都是小误会。你这包不错啊。魏总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回头我给您父亲也买了。那倒不用，这包啊我还是买得起的啊。也是也是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的，魏总。啊，魏总，我今天来主要是给您谈合作的。坐吧。那咱们把合同签了吧。可以吗？什么？怎么又有要2000呀？我前两天不是刚给你200吗？行了行了，我现在正在开会呢，挂了啊。不是，魏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什么意思？跟我谈合作，我什么都能忍，唯独人品我忍不了。魏总，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，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。你人都做不好，别谈什么合作。你什么呀你？你舍得为你自己花10万块钱买的花，也不舍得为你怀胎10月含辛茹苦为你养大的母亲花2000块钱。我劝你还是先学会做人再过来谈合作吧。住口。